麻酱面是一种中国北方的传统面食，主要由面条、芝麻酱、豆瓣酱、葱花、香菜等配料组成。麻酱面的特色是面条细滑，酱汁香浓，口感丰富，既有芝麻的香甜，又有豆瓣的辣味，还有葱花和香菜的清香。麻酱面是一道简单而美味的家常菜，也是一种适合各种场合的快速食品，可以作为早餐、午餐或晚餐，也可以作为宵夜或小吃。麻酱面的做法也很简单，只需要将煮好的面条放入碗中，淋上调好的酱汁，撒上葱花和香菜即可。如果想增加口感和营养，还可以加入一些肉末、黄瓜丝、花生碎等配料。麻酱面是一种兼具历史和现代的美食，它既保留了中国北方的传统风味， 又适应了现代人的快节奏生活。如果你想品尝一道地道而美味的中国面食，不妨试试麻酱面吧。